反手错误示范，单球陪球标准，站得很直，没有弯腰屈腿，没有带入到陪球的状态里，节奏太快，只顾着自己打爽了，并没有注意到学员的状态，这样不会锻炼到学员的节奏。期间，学员的动作对不对？指导学员的错误并改正。 反手陪球标准，单球陪球示范，展现专业的状态。弯腰屈腿，注意学员的状态。我的。加摩擦。这里注意要时刻提醒学员的动作指导如何提升学员。前臂向前收。一个好的学员需要教练不断的去纠正，并加强度去训练。训练后记得鼓励学员，学员的自信也很重要。 加点力，蹬腿，转腰。以上是今天的反手陪球标准示范，你学会了吗？很好。